뭐. Drawing canvas 什么？哦，不用。哦哦哦，no。哦，它没有笔的哈，这个，哎，它没有尺的哈，Don't save。哎呀，关掉了。哎，不要紧啊。行啊，再来过啊。也不算再来过，是我再来过吧？你应该是画到刚才七七八八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跟着，终于好了。啊，你跟着刚才我画的画，应该是差不多了的。就是我们画完第一个格了，哦，OK，我开比较厚的先啊，有三个粗度啊，如果我会分三个，粗度，就是那一个线啊，有多么的粗，这样，这个是最粗的啊，我会画，哦。也没有讲最初啊，这个不要紧，这个其实跟你的答案一样粗都不要紧的。OK，然后最右的，现在我用，刚才我讲了哈，ECM，其实讲真，这个不一定 ECM 的，只是一定要一样，所以我们要固定一个东西，你要全部2cm 也可以，不过太大了啦，不需要，你要全部0.5也可以，你要全部一也是可以，所以一是最方便的，所以我才讲一。OK，然后呢？刚才我们画了这一个是几多了啊？等下啊，大家，我画了这一个，我教你怎样拉上去了。OK，我要教你怎样拉线了。说这个要粗一点，那个线，你用全部黑色嘛？我知道哈，不过你要确定它是粗一点的。七，三四哦，OK，来大家，所以哈，你这我用那个滑鼠这样啥的，这个是五是不是啊？刚才呀、啊，啊对，这是五，这是三。四，好，给大家注意啊！全部人已经七八八老师刚才画的已经画到这边了，是吗？我现在教你怎样拉上去啊！所以我们的草稿是哦，这一个是这样的哈，该我们画了个草稿，或者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左手边就有了4 cm，这个要6 cm，这里3 cm，还有这里是7 cm，OK？你看啊，拉线可以帮我们省了一大半的功夫，不用量了，来大家看。把边边拉上去，拉高高，那不要紧的哈、哦。就是你拿尺对准这边，整个拉上去，看到吗？从下面开始，对准拉上去，看到吗？从下面开始啊，对准拉上去，浅浅的线，拉了吗？拉高高不要紧，因为这个浅浅的线画到哪里都不要紧的。从下面开始拉上去，浅浅啊，然后总之有的直线全部拉上去就对了。这里拉上去，拉高高不要紧，拉了吗？啊，这里不用拉了啦，因为有了哦。把你的形状的直线拉上去，从下面开始啊，要不然你要再量了啊。你从下面跟着你的尺啊，放在这边。OK，我的尺和我会这样。我的尺啊，我会放在这边，就这样啊。哎，这个尺太小，把你的尺这样放，你从下面拉上去，看到啊？OK，拉了吗？OK 啊，现在你可以画了，你已经省了一大半的功夫了。这里就已经是 7 cm 了。OK，你要量的只是这个，这个是 6 cm 啊，这个 6 cm 你要自己量，可以吗？
这个 6cm 要自己量，然后这里已经是 4cm 了，哎呀，因为你从下面拉上来的这个，这里啊，我先写一写先啊，这个是6啊 ，OK， 这里全部不用量了，因为你已经知道了，量了哦，这里要量，量3，6的一半，这个是3。啊，要自己量的我才写啊，其他不用自己量了的，已经是你拉上来了的，拉歪了。对对对，如果哪里歪了，你擦掉改一下下，因为你要有歪哦，你下一个图就被拉歪掉啊。你要尽量直啊，你看到有歪很好，有的人看不出他歪的，他随随便便就画完了。如果你会看你自己的歪了，证明啊。是好的，好事来的，真的。有的人他不懂，他自己歪掉，他也不想要管他，他就乱乱画乱乱画。等下下面那个图更死。OK， 拉到这边哦，斜线不用量的，你斜线哦，通常不用量啊，不是一定啊，通常不用量的。你画到完你才画斜线，其他线画完了才画斜线，就这样。你看到吗？我只量了6跟3啊，这一题，哎，这一个图，因为我用了拉。Okay, 这个的草稿呢 suppose 是这样，刚才啊，哎，忘记一个东西啊，这个拉横线没有拉到这里啊，要有横线，那个三是什么？三 cm， 我写的号码全部是 cm， 大家，那个要量咯，那个不可以阿嘎哦，那个要量，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整个是6嘛，这里呢，刚才我们已经有啊、看那个图去，哎，这里啊，我们看到它是三 cm 这里来的，看到吗？像我们画的是这边呢、啊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你把你的横线拉过右手边，我拉一条给你看啊，把横线拉去右手边，那些要做的你可以先做了，看到吗？这个上面的横线拉过去，拉长长啊哈。不要紧的，这里拉过去，横线拉过去就对了，然后画533出来，我去拿水一下啊，你继续画先。
行嘛，大家活着嘛，还在吗？我看一下 ，OK，OK、OK OK、啊，拉过去啊。所以这个该蓝色线看到吗？这里应该画完了哦。OK， 这里我继续给你看啊。所以我用蓝色，就是浅浅的线拉过去长长。哦，画完了，很好啊，一直歪是啊。OK， 这里拉过去，哎呦，我的也是歪了，拉过去长长。啊，可以画了，你不用量三 cm， 三 cm 已经有了，现在你只要量这个五 cm， 好、哦、，OK， 五 cm 啊，是深一点的线啊，这个要量，哎，卡了错，这里啊，五，哎，这个是格子来的，五 cm， 这个你量，然后这里都不用量了咯，已经有了哦。啊，这里也是咯，这里五，然后接起来，中间接起来，完了 ，OK， 哎，我该忘记，还是我不小心擦掉了，这个怎么没有在的？我的这个45度的线，好了哦，啊 ，OK， 这个45度写一下 ，OK， 说、so、最后呢，其实还有一点东西，说、so、现在你只要量这一个吧，哦，好了哦，很好。最后呢，你应该会 ，OK， 其实这个你可以先画，可以后画了哈。接到这里跟这里，我要调它，是直的，就是你要拉到它是直的。我的也是不准啊，因为我没有量的哈，真的真正来讲啊哈。OK， 我要弄回去啊，我再试一下 ，OK， 这里拉过来。等下我有电话 ，Hello， 啊，你到了，我在上课，啊啊，你到了是吗 ？OK OK， 医生，哦还没有 ，OK， 啊 OK 好 ，OK 啊 OK Thank you， 啊我接，拜拜，OK 可以啊这样，就是。可是这个方法很危险啊，因为有时会量不准的，所以我是教你哦，到最后啊，你画到完了你才接回下来。这个方法我们试很多次了，很难画准的，它更复杂。所以哈、哦，我们会先画了先，就是讲啊，这个好像刚才这样，先画了先，先画了先，先画了先啊，你啊，还有这个画完先啊，你才把浅浅的线哈、哦，浅浅的线啊。啊，从这边拉回下来 ，OK， 看一下对得到吗？对得到吗？这样咯，嗯，画好了啊 ，OK， 对，基本上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啊，说你平时画的时候啊 ，CM 不用写了的，你的答案啊哈 ，CM 不用写，那个 ABC 应该是不用写了的，你再跟你老师 double check 一下，看一下这边 ，CM 有时写了，我们自己看吧。OK， 我们可以 try 一题。OK， 我们 try 这一题啦，这个也是比较简单，因为这个不完全算是答案来的，因为哈、哦，你看它用上面开始的哦，我们不要我们画我们的。OK， 所以基本上这个答案你是不可以看的，除非你很熟了，你会偷看。OK， 看啊，所以这个我们根本不用看的这个答案哦，我们画这个，我们自己画。如果说今天是画不完的啊，很有可能画不完的 啊，你可以画这去。所以你看啊，它的旁边从左边来。我们的45度就画右边，可以用回这个图嘞，其实可以用回这一个45度在右下角的。知道我讲过吗？我讲过一次啊，它的 Y 从左边来，你的45度就画右下角会比较顺，不是一定，但是会比较顺，就是这样吧。OK， 如果它的 Y 啊的箭头是这样，旁边它的旁边是这样指回来的啊，你的那个图呢45度画左下角会比较顺 ，OK， 所以你就这样走咯，现在哈、哦，平时你就这样走咯，都可以的 ，OK， 我擦掉了啊，可以吗？擦掉啊，因为这个课本也是有的，我们看这一个啊，画这去啊，来，我们 try 啊，这个真的是靠自己啊 ，OK， 怎样靠自己呢？首先一样画有这个。哎哎哎，你看我的也是歪，
OK， 画有这个横线，讨厌，横线、直线 ，OK， 它的 y 从左边来，我的等下45度画右边，画有这个哦，画上下，要量啊，这个要量啊，一 cm 的地方啊，要量啊，画完这个可能就放学了。没有了，现在应该比较容易了啊，你会了啊，这个画了这个线，这个要量啊，不会乱来的 ，OK。然后就画这个45度，格子画好先，大家嘞 ，OK。然后做草稿，大家可能我们来得及写完草稿罢了。上面、前面就是 x 啊，旁边就是 y。做草稿写在旁边先。等下我们对照草稿先，等下你就可以自己画了。OK 啊，来对照一下你的草稿啊。OK， 上面看下来不会是斜斜的啊，是一个这样罢了。上面看下来啊 ，OK， 所以这个是8 cm， 这个是4 cm。上面看下来是这样啊，对吗？这一题比较容易的，这一题是你第一题自己画的，然后因为它根本没有那种中间线啊什么的。哎，有哦，有一个点点点，不过不是这个。OK， 前面就是 x 看过去，这直接讲，大家注意啊，不要先画斜线啊，等下你画的时候，先画下面那个底座线，等下8 cm 对不对？然后画了这个3 cm， 这个1 cm 才接起来，不然等下你一直很烦，到底这个几长呢？不用烦这些东西，明白我讲什么吗？全部人。我讲过一次啊，全部人看这边啊，暂停你手上在画的东西。我知道你很忙着画的时候，你是不会听我讲的。注意啊，有时有斜线哦，人家会想谁咯？那个斜线到底是几长？根本不用量的。有时你看啊，这个我们要画前面，我们应该要下面有的量的画了先，8 cm 对不对？这个打直，哎，3 cm 有的量的画了先，这里1 cm 画了先，最后用你的尺八接起来就好了。所以这边请你不要特地去量几多 cm， 不需要，听到吗？斜线有时是根本不需要量的啊。OK， 来旁边 y 看过去根本就是一个这样哦。不过呢，后面啊，说这个是3 cm 啊，有点点点的线，一、二啊 cm 来的啊。OK。然后还要打横，打横是几多呢？4 cm。对照一下啊，不懂我在讲什么的东西啊，把这个抄起来，因为你就可以，你抄这个草稿，你就可以自己画了。把这个草稿抄起来，有什么不对的？那你有多三个图罢了，三个图吧，你就可以自己 try 画了。
把它连进去你的这个表格罢了。哇，很美的这个表，突然我觉得，我这样远远一下子这样看过去，哇哦，那个蓝线那个红线很美，这样对照一下。今天来不及得啊，你就可以自己接下去。如果我们先有到完草稿哦，你就不用怕那个拉线啊，你不懂发生什么事的话啊，你就不用怕了。记得啊，把你的图形啊，有草稿了也是好啊，把你图形集中在这中间啊，这边啊，这边开始，知道吗？集中在那边开始，那个拉线你就可以不用担心了。OK， 我画一个先啊，这个可以画四跟八，上面看下来啊，四跟八，八四一啊，什么发生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这个要第一个画，这个要第二个画，这个要第三个画，要八四罢了。这个知道讲吗？我的意就是要第一个画。我要放粗一点 ，OK。嗯，这个好了，如果你会拉线了，就是这样啦，从这个边边拉过去啊，这里，用你的尺这样拉上去，啊，拉高高不要紧 ，OK。然后你的图从底座开始，底座，哎，阿姐啊，我用我的 notebook 还不够长哦，10cm。OK， 还有一个方法的恩童，如果你已经会画了啊，大家那些会画了的人啊，你可以全部缩小一半，八变四，四变二，等下一你要变0.5，可以的啊。因为等下我们会画了过后，他会再教我们来用另外的 Scala 的另外的 skill， 等你这样 try 咯，你现在可以 start 了，因为这一题不难，全部变一半。8cm 太长了，是不是？有谁量到8cm 太长，书不够画啊？ OK， 全部变一半。可以啊，说你的这些图全部自己换了先哦，这样说这个变四，这边二，这个变0.5。我相信不止恩同一个，我看，因为给我看到八，我也是觉得哎可能会不够位，这个变1.5啊，这个变1.5，这个变一，这边0.5，然后这个二。哦，你用 A4，OK、okay。因为如果我们该一下子画太靠左边的话，就不够位哦，是吧？试试。拉了上去就可以继续拉，这个是三，这个一，然后才接上去啊，大家 ，OK。要去拿一点东西。OK， 大家，其实你们可以 quit 先了啊。OK， 这个第一个图形你画完了啊，啊，你就可以 quit 先了。打个招呼就可以了，大家 ，OK 啊，哇，好了啊，心怡，今天你画了的东西，你拍照上来，大家 ，OK， 我帮你看一看呢、啊，有什么问题，直接WhatsApp我也是可以，拜拜啊。